哦，好了，赶快吃。我先吃。重庆麻辣鱼的炒饭，70块，便宜又好吃。喜欢。刚买好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们都会买的永贞新春，那这个就是吴莫爱家，还是什么？两香好，鱼爱家甜点。小朋友也爱吃。嗯，那炒饭。这个、那炒饭有CP值，然后炒工很棒。哦、嗯，现炒就是有那种锅气、嗯，好吃。香骨。我们刚才吃的那个金丝肠哦，嗯，不错啊。我们点了那个双拌肉丝，还有蛤蜊汤，超划算的。然后再补这个，顺便啊，到这锅具啊，重点是超便宜的，目前应该是全日本最便宜的炒饭。好，对，应该都要80块了吧？嗯，还卖到70而已。嗯，他没有涨价。每天都要炒，好厉害，都炒很多份呢。嗯。本来买回去吃的，像趁热吃的哈。嗯。对啊。好，里面结束了 ，OK， 小白再见。